不要废话了，不要废话了，开始开箱，我们不要浪费时间。今天晚上就是紫变之夜。好，各位眼睛不要眨，开箱了。那我们从三色币开始，先从三色币开做。来啦，三色币之箱，两万、二十万，好，两万、一万，这个一万、两万，哦，好，我们现在看金币三十万下去。好，这重点了，名誉币箱子，名誉币，名誉币，特殊名誉币，好，这什么不一样？名誉币箱子跟特殊名誉币箱子有什么不一样？十二箱开下去，搞不好给五十万哦，一万。一万，一万，可以，就这样子啊，你就继续啊。来，特殊的名誉币，两万，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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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万，五万。如果我刚刚差一点拍第二下，他如果最后一项给我一万，我就拍下去了。好在啊，啊，工程师，工程师，你是不是怕我再拍第二下啊？啊，是不是怕？你怕会怕要讲哦，啊，会怕就要讲哦，三十万哦，我还差一百六十七万，我就可以再换瑞丽射手喽。你就不要让我到一百六十七万哦，你最好小心一点。好啦，我们继续开箱子，继续开。今天重点是变身，前面都不重要。那我们先制作一下，制作英雄，来变身箱英雄，开做。不中还我等一下买，不急，等一下邀请我，等一下再搞了。现在干，等一下先搞这个。来喽，第二箱，这根本不会成功嘛？这是不是根本没有人成功过？有人斯利安娃娃或红箱子成功过的吗？你们伺服器有人斯利安是成功的吗？应该是没有吧？有人成功，好啊，你欧洲没关系啊，大脚马 U。黑白，好，我们不跟你啰嗦，今天不啰嗦，有本事就给我指，有种你就给我指，干你老师奈德利，都这样子啊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我今天怎么样都有红，我怎样都有红，你再搞我没关系，你就继续搞，搞死我，来，开始单抽十六抽最高级，单抽十六抽，先来一抽。解开，哦，我们单抽不要浪费时间了，单抽直接来，我们转下去看台面，这个应该是红的，好，红色的奥尔丁，你们看错了吧？那个是红色的哦，你们不要误会它。第二抽，哦，这个应该是蓝的，哦，红色下一张蓝卡，完美，希望是新的，开卡池，开卡卡卡卡，哇，下一张是蚂蚁耶。哦，这个一定是猴子，齐天大圣孙悟空，哦，不是，堕落的赛尼斯，很好，完美，欸，这很漂亮哦，有新的哦，都新的，都是新的，都是新的，海洋哈维，完美的海洋哈维新卡，全新的卡片，唉，好，这个。这个开卡，这个有卡池了吧？这个怎么样都有卡池吧？亮红点，好，完美，血量多十，好，今天有成长了，只要有红点就是成长，自我安慰啊，简称自慰。再来，来吧，好皮笑。哎，开卡池，好，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开绿卡，我们今天的任务没有别的，我们不求红变，不求红娃。我们的目标是把绿变跟绿娃开满，啊，不错啊，橘子，最高级卡包，你要是让我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没开到半张红变的直播主，我跟你说，以后休想叫我当什么主持人，休想 ，never ever ever。对不起，我激动了。好吧，先
小票才跟你一张张开，全开！我干你老师奈德利成二。不好意思，我们今天当个小朋友，我要当小朋友一下。小朋友才跟你全开，大人就是要一张张开，大人就让他滚，让他滚出来。你他妈最好是给我在十一律哦，你他妈再给我十一律试看看。工程师，对不起，我刚刚好像讲话有点大声。我刚刚讲话大声了一点点，你不要跟我计较。你看在我曾经主持的份上，下次你们找我主持，我还是会主持啦，好不好？下次如果你们找我主持，我还主持，你不要这样给我。我不要这样子啦，很烦欸。前天都能有蓝，都能有红，欸。以下开放报名啊，直播组帮你们祭品完了，下面如果有勇者开放报名，随时找我合成，随时可以收到我和十一律的你。我知道为什么了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还是得把我主题曲放出来。我的主题曲呢？我老婆的歌。老婆你在哪？老婆。好，我们听听看《老婆之歌》。红啊！感谢老婆，老婆让我开了一个卡池。狼可爱的狼，哇，你看好可爱啊，好可爱啊！哦，老婆你太棒了，血加二十可以完美，还有吗？好，我们今天的重。我们今天其实就是尽可能的补血量跟魔量啊，我们今天目标没有别的，我们的 KPI 就是把血量补个30滴血就 OK 了。在点什么？我在点什么？闪个电，拜托闪个电！你不闪电就一定不会，一定是满绿哦！你不要这样子哦，你不要这样子哦！最后一个全开红。有人要这个87级妖精账号吗？分身流，分身都是75级以上的分身。有人想要这个妖精账号吗？以下开放报名了、啊，想要妖精账号的跟我讲，欢迎与我联系。防御双防200啊！你不要一红啊，求求你！我不想当史上唯一一个没有红的直播主。天堂 N， 实现你现实不敢做的事情。啊？啊？啊？来保底一下红娃吧，红娃20张全吃，直接尬红娃。给我克特，拜托给我克特。今天就是保底之夜。这边接收奖励20次，仔细看，眼睛不要眨。保底红，干全部重复，老师卡好。哎、欸，乌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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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！好，先放着，先放，先放。我后面不想讲什么了，我等一下就介绍，我等一下就给你们展示我的妖精的强度给你们看。那如果你们觉得我今天很可怜的话，同情我，帮我点个赞，点个订阅，帮我点个赞吧，谢谢。我今天很惨，我觉得我今天尽力了，这个活动对我不友善。真的不要逼我啊！我、哦、干又没开卡池，哎、欸、哦哎、欸，一次地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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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，哦不行，我觉得我要转卡，我要吐血了，我快要吐血了，我一定要转这个，我至少要转这个，干我受不了，是，哎、欸、等一下，哎、欸、我想到一个点，我现在四红，因为我有个天上其实还没吃，四红和失败，我一红，在这边再一红。然后我月底如果又失败，我又三红听牌，我又可以很快再拼一次纸片，是这样子啊？你们觉得剧本这样比较好吗？
我讲真的，如果你今天如果我红卡很满，我就不会想转。但是我现在其实红卡很缺，而且我最缺的就是反王跟宙斯这两只我没有。然后后面其实我这个也没有，这些都可以开卡池的，我都没开。后面这一排我都没有。你们觉得是要留着加速再拼一次纸币，还是先把卡池补满？因为照正常来说，其实把红卡补多一点会好一点、啊、我现在红卡很缺啊。太大错的重点，下礼拜我要合成嘛，下礼拜决定，因为这可以摆七天，我们下礼拜合纸币的时候一起看的，一起见证。大家好，我是丁丁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帮我点个订阅，点个喜欢，并且分享出去。我们下次再会喽，拜拜。